那边没东西，阿妹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这样犯规了。什么令的破破破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做你台湾的马来西亚人，什么令？今日是我家女儿便便这会开箱，开箱什么呢？就是女儿的玩具。这是我朋友借我的，这叫做猫的捉迷藏。啊，捉迷藏台语怎么讲？还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快点猜猜看嘛。捉，捉是什么？五角鸡。是真的。真的。五角鸡。五角鸡。好酷哦。五角鸡就是把眼睛眯起来，然后打开之后叫五角鸡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妹妹很兴奋了吧？听到就想玩喽。来啦，妹妹，来，你妈来开哈。啊，朋友借你的哈，爱珍惜哦。好，先介绍一下有什么内容物啊？回忆里来，回忆里来，会剩的啊。这个就是伊的本体，然后这个就是伊的沙，我看就知道怎么玩了，就把它套下去。那怎么组装呢？嗯，切，书怎么讲？猪。妹妹已经玩玩到停不下来了，怎么办？看来这个游戏会很成功哎，因为他喜欢那个猫。先蒸点滴。插进去了，好，安尼，哎，你直接躺下来，来啦，开始。我现在是哪一段我不知道，我乱按。阿北。挺给面子的阿伯，好了，停了，喂，又跑走了耶！紧啊紧啊，要按哪里啊嘞？阿伯，哦，移到中间有点边。阿伯，一直要抓着阿伯，哎，哇，你猫是不是老了啦嘞？我真的说他超兴奋哎！那边没东西，阿妹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这样犯规了。我们现在玩的是上级哎。对呀，那我们玩初级好了。我们玩一下初级好不好？哦，初级是怎样？初级。很慢，你看他很慢。好，便便现在降级给你玩。这机器还蛮聪明，他知道被挡住，他会弄反边。他会想办法挣脱，这机器也蛮厉害的，他会挣脱，哎，他会挣脱，会。这边觉得奇怪，怎么咬不断？很棒，我觉得这个很棒。我们都没有做到。朋友的猫啊，够唔介意？没有，它不太玩，它会停在那里看，然后等到它停的时候，它才会动。它便也不愿意跑动哎。来终极哦！终极也太快了吧！你手不可以顶在那里啊，被你犯规了。哎哎哎，差一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完了完了，被咬烂了。哦，哎哎哎哎，完了完了，要被咬烂。哎哎哎哎哎，他被腻了。好啊，不玩了，被你想玩都没有，要还人家喽。哪里？退休就到这，我这便便已经老啊，所以就无什么活力去对伊的毛。但是伊嘛是一个童心未泯的猫啊，伊嘛是足介意耍毛毛的，但是伊足紧就成啦。
很适合年轻的猫，日本的玩具。玩具哦，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查一下，它的名字我忘记了，价位落在800多。要不是我的猫老了，我也会买一组。哎呀，这边就是有心无力了。OK。今日的废片就到这，莫忘记分享你的乳国家玩具，予你有猫仔的朋友。OK， 吵的呢。OK， 好，再见喽，拜拜。